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小徐。那今天晚上凌晨呢，就会开放这个最强黑金秦始皇的卡池哦。那我会在11:30的时候开台，然后这次也特别跟官方合作了一个福利的活动哦。那这次官方会提供200颗石头，也就是40抽的机会呢，要来替大家抽卡啦。这次不管抽了什么呢，都会随机挑选一位幸运的观众来获得这张卡片哦。那当然也包括里面最强的黑金秦始皇哦。所以平常聊天室在那边刷保底的保底许的那些人哦，这次要注意一点哦，你们最好住我欧洲一点，不然抽到一些餐款哦，绝对会选到你们。现在还有机会哦，过马路记得扶老太太。那我们晚上11:30见哦。当然最重要呢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把小铃铛打开。那我们下那我们11:30见哦，拜拜。